早上7点半，我们要过去吃早餐啦，Let's go！赶紧来看看我们的早餐。今天吃什么早餐呢？我要拿 orange 啊，有 orange 吗？那你敢不会选择吃吗？哇，好大的面包！看看老板拿什么食物吃，拿大葱。还有这个，这里很出名的，每一餐都有的橄榄。我也是拿两粒。嗨，早上好，来吃优格，看我的优格。生病了，是吧？真的是一粒伤风药。我们又来到同一个地方了啦。我们今晚又是在这里吃晚餐。Yes。我们晚餐地方是在下面，然后今晚拍给你看。然后呢？来了，好。它是白粉汤。现在对，我们走上去一点。哎，我们在找三个猫子，他们在找三个猫子，跑了一段路，一直找，跟着 Google Map 找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就是这个。你在上面拍下来吗？一二啊。那某个脚在这头。哦，一二三啊。那是谁？那边空了，你还在下去？不是那边，是那边。那我们才通知给我们的公司是什么东西？你还我的包？保温。今晚我们在这里吃餐，不是保温的。Relax，sunlight，OK。我们坐这里，然后我们看海，一边吃一边看海。有看到乐乐吗？已经没有乐乐了。